他得了人家教育吧，你不是人家的猴王，对吧？你看那小嘴，嘟嘟嘟嘟，再嘟嘟，他跟人家母子说话那个，就像隔壁老王聊着那个旁边人家的婆娘那个嘴一模一样。来，再多一下，看到没？看到母子那小嘴嘟嘟嘟，就是跟人家聊天口语跟人家讲话的，类似讨好差不多。他想混到人家群里当王的。